好啦，飛水搞掂，金剛石亦都順利埋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頭場賽事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賽，八大熱準備。王琦佢睇下色多福又會唔會慢啲啦？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色多福都少少慢啦。咁啊尾包咗落尾嘅馬咧，就馬功臣都要縮噶啦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檔位置街景福星啦，響出邊啊八卦啦。內欄第三位就魚王啊，再見到中間綠色衫仲有飛碎啦，出邊紅衫紅眼罩搶埋上去就又夠威啊！再下一層嘅馬啦，中檔電子福星出邊咧就好有利啊。馬林中間黃衫紅帽彪形鐵漢啊，後啲先有開心一號啊，內欄位置咧就色呢只咧就色多福啊，再中檔先見到衝關。王尾二咧，紫色眼罩黑白衫，马功臣包咗落尾嘅马咧，就系嗰只金刚石啊！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仔啦，前面带头一对啊，街景福星入边，出边就有够威啊！第三位咧就八卦啦，第四位埋边系鱼王啦，中间第五位电子福星，再后边又好有利啦，外边冚嘅马咧叫做系最出嗰只马功臣啊，冲紧啊！咁啊内栏嗰边啊，仲有色多福啊，斗到嚟最后咧就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咧就埋边位置街景福星啊！咁但系三两个箭步，八卦已经将佢追过。電子福星黃衫亦都喺中檔上緊，外邊上緊嚟嘅馬仲有馬功臣啊，一邊係魚王嚟噶。最後一百米，電子福星已經將八卦趕過咗，贏出呢場賽事。第三名係埋邊嘅魚王，第四名外邊嘅馬功臣啊。咁啊有匹馬喺直路上面都收停咗噶啦，就係七號嘅衝關王啊。結果最後一百米，電子福星終點前將大熱門嘅八卦趕過咗。沿住內欄慳咗啲位啦，嗰只魚王啊，咁啊蝕咗啲位啦，就係外邊嘅馬功臣跑第四啊。頭場一號電子群星啊，咁啊梁家俊最後咧八點二倍勝出啦，跑第二名八號大熱門八卦啦，潘頓跑翻第二，第三名咧十四號魚王啊蔡明少，第四名十二號馬功臣田泰安。好，梁家俊。我喺衝關王仲未過到終點啊！梁家俊、文家良啊，先拔頭籌啊！一場一號，阿媽，一号、八号、十四号、十二号啊，咁啊就一号都赢住个几码位啊！国庆日赛事咁啊，头场啊华仓、华将，睇下之后系咪都系依凡比较旺啲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一齐睇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啊，就系一号嘅电子群星啊，独赢派82蚊，位置派21蚊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八号嘅八卦，位置派12.5。跑第三名咧就系十四号嘅鱼王嘅，位置派32蚊。连赢位一搭八派84蚊，三重彩一号、八号、十四号顺序咧就派1764蚊，单 T 派244蚊，位置 Q 一搭八派33.5，一搭十四派119.5，八搭十四派60蚊。跑第四名系十二号嘅马公。功臣啊，谂咩回啲回飞啦，咁啊嗰只街景福星啊落好多飞，不过就速度有啦，咁啊翻嚟啲力度都仲系争啲啊，够灌注力，冇错啦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啦，胜出嘅系 A 二隔夜半热门啊，派32蚊。喂，电子群星啊，扭下计啊，去起步点嘅时候，不过落场冇事，最紧要啊。
咁啊，赢嘅姿态都轻松啦。左段八卦要喺阿揿住上嚟都几劲个势啊！我哋四连环月嘅派彩啦，一号、八号、十二号、十四号啊，派289蚊。四重彩月嘅派彩啦，一号、八号、十四号、十二号顺序派6952蚊。好啦，翻嚟福榜见到梁家俊啊，富联马斯就叶永恒啦。賽果都非常之正路啊，七檔八檔一對其實都攝得幾好嘅，潘頓同埋梁家俊啦。起步比較慢啲就係三檔嗰只色多福啦，成日都係有啲問題呢只馬，最後停過下貨啦，都係跑得麻麻地。咁前面就佳景福星放啦，八卦已經吊住喺個第二位啦。咁內欄第三就魚王啦，但我當打咗紅眼罩就有夠威。咁後面就好有利都係沿路走三四搭嘅。電子群星啊遊咗落去二搭嗰度都唔錯啦。貼欄位置就飛碎啦，標型鐵漢啦。咁中間位置見到就開心一號嘅開心一號啊。但我當就槍槍中嘅。咁尾四位置就馬功臣啦，尾三就衝關王有啲唔規矩喎，都中一中添喎呢度啊。入邊位置色多福，巴尾就金剛石。咁啊，頭先衝關王咁啊，轉彎咧就失蹄啊，跟住個人就失咗平衡啦，甩埋腳踏咁啊，所以都蹬下蹬下都行過終點咁滯啦。咁啊，呢場賽事保持正常嘅，兩隻都同標準成交相入中間冇出賽事。咁啊，今日嗰只電子群星咁啊入得靚啦，攝咗二碟中間好位，咁啊入只路加翻上去應有追勁嘅。咁啊，大熱門都冇跑錯啦，八卦咁啊，不過可能係質素方面唔及頭馬啦嚇。咁啊，其餘馬匹馬功臣嚟衝一段都唔例外嘅呢一場。睇下頭場福榜啊，第二場都係一樣啦，都係四班千二啊，不過第一組嘅拆組啊，咁啊頭場係第二組啦，第二場咧就係第一組嚟嘅，亦都有好多新舊馬混雜嘅賽事。咁啊，大熱門就紅旺啊，都係潘頓啦，頭場八卦跑嚟二。咁啊，仲等个福榜。好啦，有啦，福榜完毕啦，头场咁啊，派彩作实啦，我哋可以一齐睇睇啲派彩。首先位置 Q 派彩啦，一搭八咧派33.5，一搭十四派119.5，八搭十四派60蚊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啦，胜出嘅系 A 二格夜半热门嘅派32蚊。四連環派彩，一號、八號、十二號、十四號派289蚊。四重彩派彩啦，一號、八號、十四號、十二號順序派6952蚊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12，第二段22秒37，末段22秒63，總時間1分09秒12。